甜头吃的重量，然后比如说像我们坐的屁股这一段或大腿这一段，这样滚，就是很简单的让它放松一下，然后少跟外面的人接触啊，然后记得如果要出门哦，一定要把口罩千千万万都要戴好呢。它吃下去的味道是不会太差的，这样就好了。你看，番茄的颜色跟蛋，我首次公开我的衣柜。